请您允许我离开仙道。你不要再叫我爸，你已经不是我的女婿。大王，从今以后我们都不需要再演戏了。啊，把行李收拾收拾，我载你回去。这一次真的都结束了。顾云哥，难道我们真的都没有办法可以帮他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其实我也想帮他。对不起，我以为我可以代替亮颜小姐来孝顺您，所以我才叫 Terry 要跟你说这一切。我们这次真的要分开了吗？金娜。